我分别用可爱、撒娇、奶凶，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三种语气说下以下台词，你们快去听我的新歌好吗？你们快去听我，可爱，你们快去听我的新歌好吗？撒娇，你们快去听我的新歌好吗？奶凶，奶凶。你们快去听我的新歌好吗？好。说了说好了，别再相互间折磨。说了说好了，说好以后不联络。说好我的错，说分开以后别难过。所有的孩子注意了，这里是张雨涵的直播间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全新 EP《我遇见我》里的主打歌，说好了。听了这首歌，你也会成为果敢的霸道总裁，挥挥手，拍拍肩，和过去的不如意说再见。说好了，要来听我的歌，还在等什么呢？打开 QQ 音乐下载吧。